现在没有，马上就有了。季总，那你还真是别致啊，生病还能控制自如。我就是被你这么气的。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。粗俗！我粗俗！季总，你赶紧去找你的白月光去，他可文雅。你有完没完？跟我回家。我自己有家。 有的人来了，不是他谁呀？他，季总，那帅哥是谁啊？太太怎么就上了他的车呀？给我查清楚，这个男人跟白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是，什么男人啊？ 嫂子呢？你来干什么？哦，这是粉丝送给嫂子的信和礼物，刚刚嫂子忘记拿走，哥，你等等顺手拿给嫂子啊。